在是相当的紧张，因为这首歌是一首快歌，然后之前也没有说非常熟，所以歌跟词都要记，然后还要加上舞步，希望可以表演出一个很动感热情的 feeling。 才刚开始练习似乎就出了一些小状况哦。歌词还是出手吧，对，你就跟着拍子在一起，然后忘记的时候我就放慢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五六七走。永远都跟不上歌曲的节奏，甚至连歌词都记不住的杨升达，只好不断的反复练习，听着音乐，努力的修正自己问题。这歌词有点差劣蛋的感觉。就在杨升达独自练习找自己的同时，空姐时代也正为了这一支舞做最后的加紧排练。究竟这一次空姐时代的合力演出能否帮助杨升达顺利晋级呢？杨升达带来的是杜德伟，通通脱掉。德伟在唱没在听？上辈子烧了什么香啊？怎么可以跟伊尼 model 这样子一起跳？太好运了你！你是怎样？你其实是我们制作单位创办人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你现在不是张学友了？对，你是杜德伟。杜德伟啦，对。你先旁边穿，走开走开！我们来听评审怎么说。来，首先呢，这个从头到尾正襟危坐，一点都没有被美色所影响的。郭哥，郭哥因为脚痛，那不是正经文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，欧弟？整段表演只有最后衣服脱掉，然后他裤子脱掉，看到他的身材才让人家为之惊艳。可是整段表演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表演者，我觉得啦，你是表演得非常的慌张、仓促，很没有安全感。嗯，可能对这个模仿杜德伟不是那么的有把握。那而且他这个长发。这个皮下来有点像张若昀很久没有剪头发。耶，我真的哎。我们刚刚听他唱歌有一点抢拍，但是我还是听得到他其实有在模仿杜德伟。嗯，
所以他应该是如果要模仿杜德伟，可以唱一些他的慢歌。那现在呢，康哥丢出讯息了，有没有慢歌驳回一城？快点！现在这个声音是我本人杨森达。接下来带点鼻音，用鼻腔共鸣一点点，把徐达夫教出来，这个就是杜德伟声音。但是经过我转一个声，这就是张学友，张学友的声音。就有点不一样，只是现在是两年没有剪头发的张学友。欧弟啊，你可以告诉他张学友那个杜德伟的声音是怎么样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真。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，有啊，最后一句一起。什么啊？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，一起。我也被你弄到忘记了。有点点愚笨，对爱没天分。好 ，OK， 好，算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这个评审有没有补充的？可能因为舞蹈不是你那么在行，所以感觉到你很担心动作，所以你一直在想动作，所以完全被旁边的空姐时代吃掉了。像刚刚小梁哥啊，就一直到脱衣服的时候就在喊说：“对嘛对嘛，为什么不早脱？”不能这样讲，是一开始他歌曲放脱掉，郭哥就先问我说：“哎，那这个要脱？”是郭哥答应我的好吗？你们以为在吃？从头到尾都没有。这是一个烧烫伤患者最基本的要求嘛？哦，从头炮盖送，对，从头炮盖送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数哈，来，请看。森达的分数是4分7 8 12 13 14 15 16 17 18。还有没有？18分过关了。低空飞过，对，真的谢谢。但是老师刚刚讲你要记得，因为其实你之前张学友是就分数比较高，但这是初次尝试啊，你要把那个杜德伟的慢歌的部分加强，然后后面再变快歌，我觉得会更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给我机会，谢谢。